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。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。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97页，297页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从当中幸会，这是排名第十位，第十位，幸会菩萨。会俗云：信心智慧，永断以往。信中有慧，慧中有信，菩萨德号含义非常深广啊，我们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但是古往今来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，比科学讲的全宇宙还要大。关键的，我们可以说，德目当中，第一重要的德目就是信慧。在中国古时候，五伦五常，五伦是道道是什么意思？道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则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人为的。父子有亲，不是人为的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，没有任何条件，自自然然，父慈子孝就真的道君臣有义。君臣是领导与被领导。义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这个里面的情跟理
是道啊，不是人为的。夫妇有别，别是不同的任务，不一样，不能乱了，乱了就出事情了。太平盛世是怎么出现的？五伦回归道了，五常回归德了，太平盛世就出现了。男女能不能平等？不能，不能一定要平等，那就是违背大自然的规律，就是与道啊有违背了。人只要离开道，老子所说是讲得好啊，离开道，下面灾难就来了，家庭就产生变化了。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，男女都守本分，男要义，有道义，女要随顺，一家才能和睦，家和万事兴啊！现在家庭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夫妇都远离道了，道没有了，夫妇之道没有了，就没有了家庭。古时候的家庭，大家庭，所以道义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家庭是一个社会组织，兄弟不分家，通通住在一起。一般家庭上上下下了大概有300人，兴旺的家庭有600-700人。中国历史上有最兴旺的家庭，明朝，有一家我记不得了，突破了1000人。这么大的家怎么管？有伦理，有道德，有圣贤教育，就管好了。家庭，古代的家庭最殊胜的两桩事情，第一个是教育，第二个是养老，这是人生两大事啊！人生享受、享乐在什么时候？老年退休了，退休。回家养老家庭是老人的乐园呢。为什么？你是一个家庭300-400人，小孩很多，不少
总有几十人呢。这些小孩都伴着老人。啊，祠堂是他们的活动的场所。啊，祠堂这就家庙啊，供奉祖先的。啊，一年春秋两次祭祀。除祭祀之外都是空的。啊，那么大的场地，所以就作为养老育幼的场所。啊，家庭学校就是私塾，设在祠堂里面，天天不离祖先，这就培养孝道啊！啊，老人在这个地方养老，啊，这个地方是娱乐中心。啊，也是个家族。啊，这一个大家庭里面，啊，老人活动中心，啊，这个里头有休息的房间，有茶艺，啊，古人讲茶道，有各种娱乐。啊，小朋友下课了，都会到老人乐园里面跟老人在一起玩。啊，老人给他们讲故事，讲经历，教训他们。啊，跟老人玩，只是智慧增长啊，吸取老人的经验呢。啊，现在没有啊，现在老人都可怜了，子女不照顾。啊，所以从前老人是你的家庭照顾你。啊，老人在外面工作，年轻在外面工作，所赚的钱都要寄回家。啊，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之外，多余的统统要寄回家，所以家是个社会组织，能够治家就能治国，啊，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啊，家里面那些杂事跟一个国家差不多，规模小一点，放大就是国，啊，所以会治家的人就会治国。啊，古时候教育是家庭负责任，啊，国家不负责任。国家招考，每一年是开科取士，啊，国家需要人才，啊，举办考试，啊，考试及格了，现考叫秀才，啊。那就是学位啊，省考叫举人啊，殿试是皇帝做主考官啊，在皇宫里面考试叫进士啊，这最高的学位啊，考取了，县有学校，省有学校，国家也有学校，叫国子监，那是国立大学。啊，那么这些学校完全是培养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国家的公务人员，啊，读书人都愿意，希望参加考取，考取之后他就做官了，啊，官吏。都要这种从这个考试
出生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，连外国都赞叹。啊，中国官员从什么地方去选拔的考试？他的教育是他自己家里，这家里负责人。啊，这个中国这个考试制度很早啊，从汉武帝时候开始。啊，所以家有家道。啊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啊，朋友是对外，一定要讲信用、信德。人要没有信，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啊。啊，五伦里头，最后一个是信德。在五常里面，五常是德。啊，这个信是道，一定要讲信用。五常是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人做个人。人与人往来，必须要遵守五德。啊，五德就是五伦的落实。啊，五伦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德。啊，第一个是人，人就是爱人。啊，这个字是会意，你看是两个人，想到自己，同时要想到别人，这叫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，就不可以加诸别人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是有仁有义。啊，孔子一生行仁，孟子一生讲义。啊，义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。啊，全都顾到了。啊，有理，理是秩序。小社会是家庭，大社会是国家，是社会。如果没有礼节，社会就乱了，啊！今天的社会动乱，全世界动乱，什么原因？没有理。啊，中国人远古时代就讲究，就懂得理的重要。啊，智，此地这个智，是对秦说的。啊，智是理智，现在讲的，啊，道理的理，讲道理，有智慧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感情用事，就会有很多烦恼。
啊，所以用理智对一切人事物，才能做到圆满。啊，后面无论对什么人，都要讲信用。啊，跟佛法里面五戒完全相同：人不杀生，义不偷盗，礼不邪淫，智不饮酒，信不妄语。啊，真正是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。啊，佛把这个叫做五戒，中国人叫无常，常是永恒不变。啊，你离开这五个字，就不是人了。在《左传》上说的，啊，左丘明讲的。人气长则妖心，啊，长就是无常这五个字，气是放弃了，不要它了，那个人就是妖魔鬼怪，就不叫人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五个字没有了，那就通通都变成妖魔鬼怪了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人跟妖差别在哪里？人懂得无常，遵守无常，就是人能持无戒，不持无戒的，那就是妖，啊，就是魔。所以心慧太重要了。无常里头最后一个是心，啊，第四个就是智慧，啊，智，这就是慧，它多重要，啊，是一个人应该信守的基本法。这法就是戒律，从这个再延伸思维八德，啊，合起来实际上就是，啊，我们把五伦、五常、思维八德，啊，合起来12个字，这12个字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12个字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啊，中国文化是什么？就这12个字。啊，人人必须遵守。啊，你是中国人就应该遵守，世世代代相传，永远不会变。啊，这叫真理。啊，这12个字，诸位细心去看看。千万年前人用它，遵守它，欢喜。现在人也能遵守它，千万年之后的人还是会遵守它。它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，它不会改变，这叫真理。啊，这叫道德。啊，超越时空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不遵守它，
社会就出问题，我们的人生就出问题。啊，我们生活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？为什么这么多的忧虑？啊，这十二个字都丢掉了。这十二个字如果都有，人生快乐啊，社会和谐，居住的地方没有灾难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幸会这个名，这个德号，感触很深的。啊，下面引用慧疏的话说，慧疏跟真解都是日本净宗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。啊，慧疏里头说，信心智慧永断以往。啊，怀疑，用网来做比喻。啊，怀疑的事情太多了，太细了，微细像网一样。啊，信心以智慧，以往就断了。信心如果以感情，疑虑重重，就无法避免的。那么现在人有没有智慧？没有智慧。为什么没有智慧？他的智慧的心被染污了。啊，智慧从哪里生？从真心生。什么是真心？我们经题上五个字形容真心：清净、平等、觉。啊，真心是清净的，没有染污。真心是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没有分别。真心是觉悟，没有迷惑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疑虑。啊，痴迷没有，他觉悟。啊，所以这信心智慧也重要。真解里面说，明心佛智，无上智慧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相信佛有智慧。啊，真正明心不是迷信。啊，深入经藏，学了经教了，相信佛的智慧，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那么这两句话，现在一般人他不能相信，他说这不可能，人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？啊，这是宗教里头赞叹神的，赞叹上帝的，这不是真的。那大乘教里头把它当作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能到佛的境界，
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智慧从哪来的？德能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我们刚才讲的十二个德目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从哪来的？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你只要明心见性，这全跑出来了，哪里要学啊？每一个字里头都有圆满智慧啊，和是和睦，平是平等啊，你就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那为什么它是真的啊？所以叫性德了，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从外头来的。啊，自性里头是圆满的，没有一样缺失。啊，有没有科学？有圆满的科学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道德，啊，圆满的因果，样样都圆满。佛陀的教育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。啊，什么时候毕业了？你明心见性就毕业了。啊，你要没有见性就没有毕业。啊，有没有毕业的人？有。啊，头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确实为我们表演，佛学的名词叫表法，就做样子给我们看。啊，他19岁离开家庭，放弃王位。啊，他是王子。他要不放弃，他父亲过世，他就继承王位。啊，这叫放下烦恼障。这烦恼啊，啊，他放下了。表现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，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啊，好学多闻。他离开家庭出去学习啊，印度所有的学派所有的宗教他通通都涉猎过，都去学过。学得怎么样？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学了12年，到30岁那一年，他放弃了。啊，在菩提树下入定。啊，这个树本来不叫菩提树，叫毗波罗树。因为他在这个树下开悟了，所以以后叫这个树叫菩提树。啊，这一棵树
很早就枯死了啊，但是从他的枝，他可以插枝，分出来的现在还在啊，我们二楼讲堂里面，诸位可以看到。那从斯里兰卡照相带回来的啊，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棵树下成道的啊，这个树在斯里兰卡2000多年了啊，现在还活着啊，一直到斯里兰卡这个树活了这么久啊，现在还在啊，开悟之后就什么都知道了，才知道以前所学的是错误的啊，因此佛法里面讲究学的方法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这个方法不是他专利，不是他发明，他告诉我们自古以来，无量劫前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就佛道一个方法，没有第二个。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，叫三无漏学。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戒是规矩，你要守规矩。啊，这个规矩帮助你得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就开了。所以佛教教学的理念在这个世间没有第二家啊，戒定慧三学的理念传到中国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啊，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教学理念方法啊。这个戒是讲究什么呢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这是学习的理念方法呢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了。啊，读书千遍呢，就定了，心定下来了。啊，不是叫你背书，不是的。它是一个叫你得定的手段。因为你要不读书，就会胡思乱想，有妄想，有杂念。这就不能开悟啊！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呢？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哎，那就用这个方法。你喜欢读的书，就读一样，不要读太多，读太多妄念太多，啊，就读一样，不去想它的意思。啊，那读书是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把杂念去掉，妄想去掉，让心定下来。目的在此地，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，千遍是多
啊，一千遍心定下来了，啊，天天要读。那现在我们讲时间，啊，最好每一天读书啊，10个小时，就是10个小时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啊，天天这样读。啊，真的要读成1000天，一天前就1年了。啊，不止1000天，1000天3年。啊，1年360天。啊，3年。3年就有小成就。根就扎下了。古人讲的，这古人从经验上说的，有数据的，啊，7年小成，9年大成，啊，古人所谓实在汉创啊，啊，这10年就有大成就啊，就智慧开了。啊，一本书，智慧开的时候，你没有学过的书，你全会。只要你一看一接触就明了，一听就懂得。你看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开悟，不需要老师，不需要人指导啊。嗯，智慧现前。啊，智慧是自性本有。得用这个方法把它开发出来。啊，清净心生小智慧，平等心生大智慧。啊，大概一般是7年生小智慧，就清净心现前。9年平等心现前。啊，再继续不断下去。啊，10年之后。不定什么时候恍然大悟，就全懂了。这个方法在过去150年前，在中国这个国土上学习的人很多啊，150年前外国文化进来了啊，中国人一些好奇心，特别是看到机器啊，科学技术，这都很稀奇，被他吸引了啊，又碰到清朝晚年因为他有过盛世，盛世之后没有人才出来就衰了啊，甚是社会安定，人民生活富裕，啊，天天玩乐，不认真去读书了，啊，所以没有人才出来。啊，西方文化一侵略，没有人能够挡得住。啊，真正造成幕后丧权辱国。啊，世界一等国沦为半殖民地，
你让人看到都痛心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绝对不是中国文化有过失，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错用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完全向西方人学习，学习到今天，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家提出警告，科学要继续这样的发展，啊，突飞猛进，科学家警告是有根据的，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。为什么？全染污了。现在粮食染污，可能将来会水染污，到最后严重空气染污，人到哪里去？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才发现，中国古人为什么不重视科学技术？不什么有，啊，你看指南针、火药，这都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啊，为什么他不继续做？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发明机械化的运输，木牛牛马。啊，虽然速度很慢，它不需要人力，一天能够走30-40里。啊，他死了之后完全毁掉，不留给后人。啊，为什么？科学技术啊，中国叫工巧啊，不重视这些。啊，也就是。中国人崇尚大自然，啊，不崇尚这一些技巧，啊，这就是中国人与道相应，不与道相违背，啊，科学技术是与道相违背。啊，你细细研究，中国人真有智慧。啊，智慧是自己自心里的本有的，只要得清净心，就算智慧。啊，那么一门深入，我们学哪一门没有一定，你喜欢哪一门就从哪一门，你看。海贤法师，他就从一句佛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，教他一直念下去。他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活到112岁，20岁开始。念了92年，啊，92年没有改变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生不改变。师父教他，啊，他念到什么程度呢？给诸位说，他念到大彻大悟。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不能随便说的，
啊，什么都知道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之人才可以说，啊，自己没有到这个，要说这句话叫大妄语。啊，大妄语的罪过是在无间地狱。他真得到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老实，他真干。啊，你要问我，他什么时候明心见性的？他自己没说。人去年往生了，我们从光碟上细心观察，再看看中国古时候的教学，学记里所说的七年小乘，九年大乘，啊，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到大彻大悟，如果要早30岁10年，如果要晚40岁20年，啊，不会超过40年。不是，他功夫用得得力，用得很纯。啊，决定在40岁前后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他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啊，事一心不乱，是小乘，是阿罗汉；理一心不乱，是法身菩萨，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应该在40岁，这时候什么都知道，师父嘱咐他。到你知道的时候，不要讲，不要说，啊，不要指手画脚。他听他师父的话，当然他也了解实际状况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个环境，不能说啊。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好啊，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一般大概3年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杂念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这叫成片。那有这种功夫，他就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阿弥陀佛会透消息给他，让他信心愿心坚定，绝对不会改变。啊，那就是现身来告诉他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？啊，等到你寿命完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你，你心里踏实了，阿弥陀佛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了。啊，所以你可以一直念下去。啊，那么到时间到的时候，大概在1个月到3个月，阿弥陀佛又会见面，来跟你约定时间，什么时候来见你。所以你预知时至啊，你晓得哪一天走啊？啊，第三次见面就是来带你往生。啊，这都叫现前见佛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一佛念佛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啊，一个人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
啊，活在世间也没断气，至少三次。啊，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，跟佛走了。啊，这个身体不要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想，这个海贤法师，他见阿弥陀佛见多少次？他透了个消息，你仔细去听。他说：“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，他说佛不带我去，说我修得不错，啊，多住几年，啊，做一个榜样给人看。”啊，他好几次要求，这就是不是一次。啊，慧远大师，我们净土宗初祖再生的时候四次见到，啊，第四次佛接引他往生。那我们用这个来判断。海贤老和尚他念了92年呢，至少我估计是至少10次以上，就是有10多次的见佛。他这个表法来告诉我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他见过很多次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让我们对这个法门，对求生净土有圆满的信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我们真心对这个产生信心呢，是无上智慧呀！啊，他这么长的寿命，我相信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寿命。啊，寿命为什么这么长？佛要他表法。啊，最后这个法我们看清楚了，最后就是这本书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啊，弘莲法师做的，你看到这本书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这是最后的表法。啊，所以有几个同修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见面一定问他了，你带的什么书啊？人家告诉他，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他一听非常高兴，如获至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，你只要见到这本书啊，你就可以往生了。啊，随他欢喜，马上穿袍大衣，手上捧着这本书，主动要求，这是一生从来没有过的。要求大家给他照一张照片，说最后表法，你看3天他就走了。啊，最后一次表法，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呐。啊，佛教要兴旺起来，一定要生战生。如果出家人互相毁谤，佛教会灭亡；出家人互相赞叹，佛法就兴旺了。
啊，佛法如是，宗教也如是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互相赞叹，每一个宗教都兴旺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外面人看到喜欢了，啊，都愿意学习。如果互相毁谤了，大家产生怀疑，宗教不是好东西。你看，天天吵架，啊，天天斗争，啊，让群众对宗教丧失信心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一个宗教里面的宗派很多，啊，佛教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，小乘两个宗派，啊，小乘这两宗宋朝以后就不传了，啊，现在南洋小乘，啊，那么中国只传大乘，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，没有小乘哪来大乘？啊，这中国祖师大德们，唐朝中叶以后，他们研究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。啊，所以中国就不用学小乘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，他有儒跟道的基础。啊，学大乘没有问题。可是今天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小乘不学，儒也不学，道也不学，他都没有。啊，都没有了，能不能学大乘？不能。你没有根，怎么能学大乘？啊，今天佛教要再兴，必须先把戒律找回来。啊，还好，小乘戒律。我去过斯里兰卡，这个国家是佛教国家，70%的人是虔诚佛教徒，都能持戒，啊，那么大乘戒律在台湾就成一家了。啊，普里的国清法师前几天来看我，年岁也60多岁了，啊，还不错，还有传人。我问他，能传戒律的你学生当中有几个？他告诉我有6个。啊，我想到现在将来可能会有10几20个。啊，这难得了。一定要办戒律学院。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帮助他建一个佛教大学，啊，我向学校要求，大学大概明年6、7月可以完工，
啊，下半年就可以招生了。啊，希望这个大学开律学院。啊，这里头各个宗派都有。如果用语言来分呢，可以分三个学院。巴利文语系有个学院，藏文学系，再叫汉文学系。啊，这现在的是这个佛法经典，大概就是三种文字。啊，每一种文字里头有宗，有分宗分派，啊，那就是系。院下面有系，啊，有几个到十几个系，啊，这三个学院之外，要先加一个就是戒律学院，啊，戒律学院学大小乘戒戒律，至少要五年，啊，五年学戒。啊，小乘的戒那边有老师，啊，大乘戒的时候，将来我们的国清法师他要去负责任，真正佛法才能延续，要不然的话会断掉。啊，国清法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。啊，李老师在晚年办这个内典研究班，啊，招收八个学生，他是其中之一。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大学毕业，啊，就是念研究所。这个研究所没有文凭的，啊，休学期间四年，啊，六个老师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啊，所以我跟国清的关系，是师生也是同学。啊，我非常安慰，我们那点研究班还出了一个真正学戒律的，啊，在戒律上下了30多年的功夫，啊，真正对戒律有研究的只有他一个了，啊，这也是李老师。在台湾对佛教做出的贡献，啊，佛法单靠自己成就不行的，要后继有人的，后继无人就不行了，决定要后继有人，啊，这才算是成就，啊，那我们这一生在经教上也是特殊的缘分，这个缘分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啊，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做不到啊，我自己回想这一生
通通都是佛菩萨安排。这个话，我在26岁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就告诉我，真正发现学释迦如来，释迦佛一生开悟之后就教学，现在讲的半般教学，他没有场所，他在野外，在树林里头，晚上树下一宿，白天日中一时，没事的时候跟大家团团围在一起教学，他教学有次第的，前面12年教阿含普世的教育，以什么为中心呢？以十善业道，戒律为中心。12年小学，佛教小学，小学结束之后接着办中学，方等8年替大学做预备，8年方等之后正式办大学，大学是薄弱，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相传的就是这个真实智慧。你看阿含是定，这个戒着重在戒，方等着重在定，般若开智慧了。最后8年等于办研究所，法华涅槃。法华就把你再向上提升，提升到登峰造极，法身菩萨。释迦牟尼佛办学，这个理念很清楚啊，帮助学生成就啊。12年小学毕业，证阿罗汉果。得真干才行啊，不真干不行啊。方等这8年三乘菩萨，天台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，8年毕业之后再提升般若，般若就是明心见性，法身菩萨。真正明心见性，他们来生，通通生华藏世界。念佛的是生极乐世界，不是念佛的都在华藏世界。我们学佛，这个要看清楚啊，要看明白。现在佛不在世了，自己要知道提升。佛教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，没有其他的。世尊当年在世没有道场，一生没有见道场。这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，他们有花园有别墅，供养释迦牟尼佛
佛也不拒绝。啊，在这个里面讲经，开大法会，讲完了之后离开了，还给他们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同时借用，不接受供养。感情啊，心地清净啊，啊，同学也没有什么真的啊，名闻利养都是假的，佛都舍掉了，所以道业清净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念老注解的本文，又本经中以诚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。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信会闻法难中难。这两句话，本经这两句，以诚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，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啊，诸佛都是这么说法。为什么能相信？为什么你能在这一生能往生啊？绝不是这一生开始修的，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学了这个法门，而且呢，曾经供养诸如来。供养多少呢？无数啊。所以你的善根深厚啊。弥陀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无论是什么状况往生到极乐世界的，他都不是普通人。过去生中修的那个根深，时间长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得到诸佛菩萨加持，你才能信能愿真肯念这句佛号啊，念到自在往生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见所闻，没有一个不是过去生中啊修学的功夫深啊，才会有这种状况啊，否则的话不可能的啊。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要珍惜这一次的缘分啊，这次的缘分不浅，一定要好好的抓到。为什么说不浅？这个经根注解难得啊，下莲居老居士会议的经，台中李老师看到了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，李老师就没有看到了啊，他老人家的注解在海外看到的我是第一个人啊，那个时候
他带到美国，他在美国弘法，时间只住一个月，以后再没去了。啊，一生在美国一次住一个月，我正好在美国。他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，啊，钢板蜡纸写出来的油印本子，他是稿本，印出来啊，找这些高僧大德，请他们指教。啊，没有定本，没有定，啊，不定未定稿。我拿到的是这一份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名字，以前李老师给我讲过，所以我对这个名字很熟。啊，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，做古了。没有想到他比李老师年轻，啊，他还在。我们遇到的时候，他70多岁了，啊，大我10几岁，啊，见到之后非常欢喜，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，在海外也是我一个人。我们连研究讨论交流的人都找不到。啊，所以遇到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在那个时代我常居在国外，但是每一年大概至少会到北京去3次去看他。啊，看赵普老。啊，现在他们都往生了。我到国内去的时间少了。啊，真正找一个来讨论经教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下面这一句说，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只是遇到啊，不容易遇到啊。幸会闻法难中难，这是说这一部经净土法门，就是此净土中是难信法，若能信入啊，皆因徐居慧根啊，这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的慧根，没能往生啊，下一次遇到再来，但是这个下一次时间很长啊，不是来生的，要经过很多生很多世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。人生很难得了，一定要知道啊！佛法也很难闻呐、啊。释迦牟尼法佛的法运只有12000年啊！我们中国过去老一辈的大德们，他们记载的这个年数跟现在流通的不一样啊，照中国古人记的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
是3041年。啊，现在外国人是2500多年，相差600年。啊，我们中国人非常谨慎，对于年代的记载是很认真考究的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啊，那么从中国人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的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过去了，末法10000年已经过去1000年了。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，前面41年，往后包括我们现在一起算9000年的。啊，9000年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长，但是在整个佛法里面来看很短。啊，这9000年当中我们能不能得人生？太难了。啊，即使得人身，很难闻到佛法了。啊，佛法之衰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到最后的几百年当中，经典可能完全都不见了。啊，最后的100年，所有经典都没有了，无量寿经存在，啊，留在世间100年，100年之后，无量寿经也没有了，啊，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，佛号，这个佛号还留100年，在那个时候。听到这一句佛号，能信能愿肯念都能往生。啊，只是越来机会越少了，往后就是灭法了，这个世界没法了，要等弥勒佛出现。弥勒佛什么时候来？前面读过了，56亿7000万年，弥勒菩萨才到人间。啊，那么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就会生勇猛心。机会太难得，我遇到了，决定不肯放弃，我一定牢牢地把它抓住。啊，我们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还有不足，不要紧，勇猛精进能够补出来。下面第11位，愿会菩萨表阿弥陀佛大愿之王啊，智慧广大了，又可于信会正思合参，正表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。念老的注解注得好啊，这是他的体会，他的证悟啊，能用这么简单的话
交代的清楚明了啊，让我们没有疑惑啊，愿会。愿当然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智慧的圆满成就啊，所以成为愿会也啊。下面这个念老的他老人家体会到的啊，可以跟前面幸会菩萨表法了合起来看啊，那就表净土法门以幸运持名为宗。宗旨宗要啊，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，我们真心没有丝毫怀疑啊，海鲜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啊，四十八愿是真的，愿愿在极乐世界都落实了啊，我们只要真心切愿，老实念佛，就决定得生。第十二位尊者啊，大师啊，相向菩萨啊，相向菩萨乃东方阿舍佛国的菩萨，曾于维摩会上作同文中。想想身处相逢，此菩萨身相也如之啊，想想力大，表弥陀愿力无边啊，确实阿弥陀佛愿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我们六道凡夫无法想象啊！啊，从哪里显示？我们在十八愿、十九愿、二十愿都明显看到。啊，尤其十八愿里面无逆受我啊，本来是生念往生的唯除无逆受我啊，但是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善导唐朝时候人，传说当中他是阿弥陀佛应身到我们世间来的，出现在中国啊。那么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无逆是我，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罪业啊，佛说这个意思是劝人不要造这个罪业。那已经造了怎么办呢？已经造了真正忏悔，佛还是来度你，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能量是无限的啊，它能够叫你在临命终时一念善行啊，这临终这一念当中没有怨恨
啊，没有贪嗔痴慢疑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长时间没有难了，最后这一念，最后这一念比什么都重要，关系到你的来生。啊，但是我们怎样保证最后一念？是阿弥陀佛，没有其他杂念，全靠平常把这句佛号念熟。平常就要放下啊，对于一切顺逆境界，顺境不要贪念，逆境没有怨恨，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这一招啊，这就是你的功夫真正的力了啊。顺境有贪念，逆境有怨恨，就完了。你怎么能保证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？要学海鲜，你看海鲜有一些老同修跟他说，你往生的时候我们大家来给你助念啊，他笑笑，助念靠不住，不牢靠，还是自己有把握念佛往生，这才牢靠。这个话我们听了作何感想啊？一定功夫在平常时间养成，他养成了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就熟透了。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杂念啊，穿衣吃饭心里念佛啊，没有想到衣服破旧的补补缝缝的，吃饭也不知道菜的味道，也不晓得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，他不放在心上啊，工作如是，待人接物通通如是，都不放在心上，练成他往生可以自在，不需要别人帮助啊，这种功夫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外面的事情帮助众生的事情要随缘，不要去攀缘，攀缘就错了，攀缘我要想怎样怎样错了，随缘好啊，啊，有缘分尽心尽力啊，为什么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，对社会有利益有好处，对佛教有好处，对国家有好处，对世界和平有好处啊，有这个缘就做，没有这个缘可别去找啊，要找就错了，那叫攀缘，那不叫随缘啊，随缘还得看缘，缘是不是真成熟了，不是真成熟可以不必啊，也就是他真的有诚意啊，环境许可，没有障碍啊，大家都欢喜，这缘成熟了可以啊，没有成熟不能答应的
所以要有智慧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我这个海外弘法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引起来的，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，我在那边讲经教学，团结宗教，印尼有一些同学到新加坡来看我，想邀我去到那边去讲经弘法。我看那些邀请的人，大多数学佛时间都不很长。我对他们很感谢。我没去。看以后的缘分吧。他就问我，那到底什么人来邀请你会去？我就开了个玩笑，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我说你们总统邀请我会去。没有想到他们就真正找到副总统。副总统出的邀请函带来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有找到总统，找到副总统。所以我第一次到印尼是副总统。下了飞机，我们的车就到总统府跟副总统见面。跟总统也见了一次面，那是总统梅加瓦迪。那么这一次越南同修来邀请我，告诉我他们用总统名义来请。但是没有正式的文件。那么越南的佛教跟我也很有缘分。我在澳洲，我们的道场越南人很多。悟通法师跟我出家，越南人。这十几年来很用功，我讲的许多经论都经过他翻成越南文，在越南流通很广，我答应他明年找时间我去访问他们。第一次去还是去访问好，我们建立感情，了解状况。第二次再去讲解。所以语言不成熟，障碍很多。不能不知道。第十三位宝音法师，宝音菩萨，表弥陀愿海，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。
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坚顿不退，正如涅槃。是乃宝中之音啊，这个音就是精华最好的，故曰宝音呢。啊，弥陀四十八愿，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，是阿弥陀佛无尽修修，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考察收集资料啊，在哪些地方呢？一切诸佛刹土，一个都没漏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因地上的成就，所以果地上再加上他无量劫修学功德，啊，成就极乐世界。过去方东梅先生告诉我这桩事情，啊，这个刑法符合科学的逻辑。你看，极乐世界不是他自己想的，也不是他师父教给他的，不是的，师父叫他去考察。叫他去访问，啊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这样建造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变成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的精华，啊，诸佛刹土里好的他全有，不好的他没有。所以诸佛称赞他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所以宝音菩萨表这个意思啊。第十四尊中诸菩萨，安住中道，不落而变，当向即道，即思而证，净念相即，即念理念，是中住的意思。讲得好啊，我们求生净土要特别重视菩萨的表法啊，那就是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善恶两边都不住，不落二边啊，安住在中道，下面具体给我们举例子，一定要晓得当向即道，即思而证。啊，相就是现象，
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自性，真就是真如。啊，四十法界是四，六道是四。从相上看，它是假的；从性上看，它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离开念头，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都是假的，都是幻想。啊，但是幻想的体是真的。啊，幻想的本体是真的。像我们看电视，电视的画面是假的。啊，它是生灭法，但是屏幕是真的。屏幕不生不灭。屏幕丝毫不染，我们用心要像屏幕一样，像屏幕就是用真心，像画面呢就是妄心。这个比喻很贴切，也很好理解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；世间人用妄心，不用真心。啊，对我们有没有妨碍？没有妨碍，妄跟妄有妨碍，妄跟真没妨碍，真跟妄也没妨碍。用真心生净土，用妄心搞六道轮回，啊，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今念相继，啊，即念离念，这就叫中土，这就叫中道。啊，这才完全合乎实相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在事实真相里头，没有丝毫染着，智慧就现前。啊，人要住在中道，哪有不生智慧的道理？中诸菩萨为我们表这个法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